Cross. Take a corner. Judge time. Today. WLF 旗下顶级无限之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，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为大家来本场比赛的实况。我是评论员雨辰，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，现在是马克梅德夫对阵严博的比赛。好，向前抱摔，而且抱到了双腿。是的，严博刚才往后退，这个有点速度慢了。是的，对手这个抱摔是从老远的地方，一路飞过来。没错，因为直接抱到了双腿的膝关节啊，真很容易就把它给抱倒了。现在被顶在龙网边，哎，小心拿杯了。那裸脚，裸脚了，两条腿已经勾进去了。是的，现在不知道右臂潜的是不是够深，感觉啊已经是锁住了。我们看，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手是完全穿到了脖子下面。没错，但是目前严博还没有拍。估计拍了。对手上去之后啊，我感觉严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在状态。是的，对手那次抱摔实际上是从很远的地方，大概有三四米的这个距离往他这边冲。没错，他也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来做防摔啊。嗯，应该是忽然间还没有回过神来，而且马格梅多夫就是双腿抱的这一下也很贼啊，直接抱到了膝关节的腿窝里头反关节，所以相当的不好控制，就直接失去重心倒在了地上。 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恭喜马格梅多夫拿到了一场非常迅速的裸脚降服胜利。恭喜！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进行至第一局，1分13秒，蓝方裸脚降服对手。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We're done。 请颁奖嘉宾，开封市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董事长。